我们应该马上起锚前往塔拉多尔。冷静，佐格西，我们不会这么做。既然这些弱者急着要送死，那我们就送他们一程。 但长官，这是最后一只古罗了。如果我们空手回去的话，黑手绝对会剥了我们的皮。佐格西，不要质疑我的决定。这可不是一般的古罗，它是石库洛克哥鲁尔之子，体内流的可是精灵之血。我一点也不担心这些小虫子。遵命。 瞧瞧，或许我是低估了他们。佐格西，把石库洛克准备好，让他们来体验一下他的脑来花。正在点燃引信，长官。哎，先瞄准，再开火。到底是什么问题？继续开火呀，笨蛋！长官，没有炮弹了，我正在装填。哎，算了。 他们过不了轨道那里的，马库格、亚里奥克，前面和中间，够新鲜的畜生要宰了。遵命，船长，这是我的荣幸。没听见？小孩子，长官，我们已经损失了一百兵力，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？这种损失不算什么，让他们耗损战力，帮我们剔除弱者。 没资格待在黑手军队的弱者，鲜血与荣耀，佐格西，所有兽人都明白这一点。说的对，长官，我说的当然对。船长，他们快过来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不想再玩这些游戏了，带那个剑齿人出来，把事情做个了结。你确定要放那个东西出来吗？ 竟敢大喇喇地闯进我的码头，厚颜无耻地踏上我的船，谁都阻止不了钢铁部落，尤其是你们，受死吧，废物！佐格西，去击杀炮台就位。是的，长官。 为什么我要搬这些箱子？
别问了，给我认真工作。我会搞定。计划，本来不是这样的。钢铁部落，谁都别想。下地狱吧！让他们看看你的厉害！
不，他要醒来了。我们都完了。苍灵会把你们吞噬，你们永远都逃不掉。我会再重生，回家，回归大地。糟糕了，我们一定要阻止这只怪物，不能让它逃脱。我们吸引它的注意了，小心！你需要什么吗？
不！你不过是即时之间的小沙粒，我是山崩巨石，回归大地。少废话，动手打！我的奴隶，他们是血锤的财产。很好，我们要杀光你们。收服你们当奴隶，首先活掉你的意志，然后卖掉你的未来，你们永不可能自由。
青天方，我已经好多年没有来到这里。大贤者有非常严密的保护，我们不能再靠近了。摧毁他们的假太阳，我们就能在阴影中再次见面。起来吧，我的作品，杀光这些入侵者。
先找到目标。揭开迷雾，我们很好，我们抢在太朗戈尔和古尔丹之前赶到了。尼亚密正在想办法巩固防御，抵挡他们的攻击。跟我来，我们去向他回报。很漂亮吧？你想想，你可是第一批看到奥奇顿内部的外来者。奇怪，门怎么封住了？哼，无所谓。我们继续吧。历任的复仇者和主教都在这里。所有英雄的灵魂都在此与我们同在。尼亚密，我们到了。这是什么？哦，不，不！是的，图拉尼，现在你知道了。你很勇敢，我本来以为那些隐士没办法光靠一个水晶的力量建立防御，什么都阻止不了我的计划。按我主人的计划，唯一碍事的就是……你一定要阻止他们！你，图拉尼，还有你的外来者朋友，
至于你们，就用工具来解决剩下的工具，应该相当合适。保卫者，把入侵者杀了！攻击神圣奥奇奈者，有死无生。保卫者仍然回应了他的呼唤，你一定要击败他！我会击败你！不行，不能失手。他逃走了，防御。他有帮手，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堕落了。我会把仍然忠诚的人集合起来，保护他们。至于你，拜托你阻止这场疯狂事件。我要把你的灵魂卷入黑暗，太迟了，我的主人来了。奥奇娜，守住这个地方。保护奥奇顿的屏障已经碎裂。邪恶的力量渗透了这座圣殿。我们建立据点，你去前方侦查。这么诱人的宝藏藏在神庙里呢？奥奇顿的守护者，你们敢挑战我吗？衰败不堪，那就全烧了吧。愚蠢不堪，这份赠礼远远超乎你的想象。我已经等很久了，渴望着拥有更多。现在，一切都将臣服于我。
见识这股力量的人，乔拉，秩序的典范，能扭曲你的灵魂，造成毁灭。再来，我需要更多。你办到了，请收下。这不足以表达我们对你的感谢，却是我们仅有的一切。我们可以，我们一定要重建，绝对不能容许我们的灵魂落入燃烧军团的手里。你为我们做的太多了，我们实在是感激不尽。正在穿越灵魂之河，陌生人，最好还是回头吧。这里曾是宁静之地，长眠之地。旧的死者长河起身吧，奉黑暗之名起来，奉乃祖奥之名起来，音乐在呼唤你们。氏族的祖先在死者恢复生。
奈祖啊，听不见我们的话，只听得到黑暗的呢喃。超脱黑暗的能量。很好，再靠近点，强大傲气的灵魂，我会享用你们的恐惧。你们只是蛆虫，想以垂死的神为食。一根血管，来吧，陌生人！穿越暗影之境，我要把你送上死路。影院仕途是无敌的，我们在死亡之境来去自如。造成永恒的动荡。